阿姐，咁依家都就嚟过年啦，下个月中就过年啦，咁似乎都已经达到你想过年前搞掂嗰个目标咯。应该都差唔多啦，系啦。咁你嗰个肤质咧，会唔会都觉得比以前系会好咗啊？因为之后你都会有搽翻啲一啲我哋叫你建议你搽嘅护理品。都会觉得系好啲嘅，即系个同埋即系或者复原个时间都比以前短，比一开始嘅时候短啦，或者话系啦。咁暂时你经历咗呢几次啦，因为我记得你嗰时话做过十次微针，就都唔会点样面红嘅。咁其实第二三日都已经好快就复原咗。咁啊，呢个可能就要多可能两三日啊嘅时间去复原啦。咁但相比之下，咁你觉得要你用多可能两三日时间去复原，咁你觉得值唔值得呢？咁其实即系如果你做得呢个疗程或者你做得微针呢样嘢，咁你都系想个效果理想啫。咁但系如果你个效果唔理想嘅话，你个康复期几短，其实都冇乜意思。最紧要系即系最终个结果系你想要嘅嘢咯。好，咁阿姐咧想问一下咧，嗱，今次咧就系过年前最后嘅一次啦。咁我想问一下咧，如果喺呢个角度咧，依家嚟讲又系几多程度咧？我谂都有六成左右嘅。